面中可以看到熊熊烈火不断燃烧，浓烟大量窜升，火光照亮黑夜，整个建筑陷入火海，火舌不断窜出，相当惊险。消防人到场就怕火势继续燃烧，赶紧利用器具破坏铁门，布束水线，洒水灌救。带您看一段现场画面。火势猛烈，这里是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3号凌晨将近1点，一间废弃物处理厂里头的办公室突然起火，火势迅速蔓延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消防局派遣77人到场抢救，现场还有2名员工及时逃出，所幸无人受困受伤。而火灾燃烧面积约400平方公尺，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。